Hello, 大家好，这里是五环 Market， 我是王苏娥。今天呢，我们的话题很应景，请问你们618都抢了些啥？大家放心，我们今天不是恰饭，也不是安利产品，而是给大家分享一下618我在各大平台买买买的心路历程。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苏娥本人，懒癌患者，爱贪小便宜，物欲奇强一女的，别人没有的我可以有，别人有的我也不能没有。这次618买买买的最大感受就是，虽然便宜，但真的也太难了。这个可不是大爷大妈们都能参加的消费券之战，这个是精通 APP 大脑手速联合作战的21世纪高端购物节战役。消费券、百亿补贴、叠蛋糕、理想生活列车，这些玩法没有最复杂，只有更复杂。总结一下我这次剁手呢，最贵的中国红限量版戴森吹风机。没通电，特别像一个代言人，是不是？戴森爸爸，请看我。据说这是吹风机中的爱马仕，虽然看起来像个榔头。我大概是6月1号开始在网络上逛大街的，淘宝啊、京东啊、拼多多啊，货比三家不吃亏嘛。话说其实啊，618不是6月18号当天拼手速，真的到618那天，你就只能抢剩下的了。厉害的人520的时候就已经把预售款给付了。面对年终大促，我们从三个板块来看，首先是无门槛红包和618消费券，这两个啊可谓是老少皆宜，只要你会定闹钟，基本上跑不掉。啊，快去抢券，快去抢券！无门槛红包满300减40，去年双十一还是满400减50。聪慧如我掐指一算，今年又便宜了1%。给大家看到我订单里，像我们这种超元气女孩都会喝的气泡水，这个满减优惠呢，在淘宝上是自动抵扣的。优惠列表里面还有一项，就是618消费券20块，这可是我10点准点抢的。果然早起鸟儿有虫吃，据说这次618马爸爸会发放40亿的现金消费券。iPhone 11都参加了这个活动，满减领券一顿操作近8折。苹果不是向来很高冷的吗？还不是被降价拱热搜。哦，对了，别问我为什么不去抢手机，我早已拥有。去京东逛了一圈，看看这个消费券是不是也很好用。下单韩国糙米汁，但是付款的时候竟然没有满300减40的选项。我反复确认了好几遍，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眼瞎。结果查了一圈，原来得自己主动去领。可以，希望顾客主动的 APP 肯定是有自己的调性，红包肯定就放好在那边等着我了。打开京东搜索红包雨，据说会哗啦啦的下红包。确实啊，有各种满减，什么6减5、满300减40、满499减100，可以安排一下我的戴森了。到了付款那步，惊了。不是说好减40的吗？我不信，我就打开了列表，那么多张优惠券呢，30多张优惠券呢。我发现就是猫腻在这儿，就原来所有的满减红包都得专属的品牌才能用，夯巴拉抢这么久，还要我2900多，真的说好的幸福呢？我想要的消费券不是宰过样子啊。618薅羊毛第二策略，益智闯关游戏一样，画风呢非常幼儿园啊。也就是京东的叠蛋糕和天猫的理想生活列车，说白了这东西就两个目的，一拉新人参与，二强行让我们用打卡的方式逛各种品牌旗舰店。比如说这个京东叠蛋糕，进门给我发了一个小红包，然后我开始接到任务，必须组建自己的战队，于是我转发给了我的小姐妹，但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回我。第二个任务呢，逛旗舰店门，以为随便刷两下就可以达标，结果竟然没过关，你停留几秒都会有记录，严格真的也是蛮严格的，真的这稍微心智不如我沉稳的，从买个吹风机，再添个美容仪，再添个空调，你这大几万就下去了。天猫的理想生活列车呢，简称开车，游戏差不多，但是我开到第二个车厢石家庄站，我就熄火了，太难了，不玩了。公司里坐我后面的同事已经开了10几站，我是为了这点红包钱吗？啊，这个开车游戏啊，据说是帮助湖北的助农产品，我这是悉心投身公益好吗？既然如此，大家有时间有智力的都去开开车吧。最后大家肯定很好奇，我手上这个吹风机到底买来多少钱。第三块这个隐藏的知识点，百亿补贴，这个补贴有点东西啊，这个补贴有点东西，主要是针对大牌尖货，特别适合像我们这样就是从头到尾都很精致的女孩子。各大平台互相撕咬，你追我赶，砸钱砸钱换用户。我还是先打开了京东百亿补贴，但没想到这歌都没有搜索栏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都不知道去哪里找我的吹风机，然后我就打开了拼多多。不要说我漏啊，咱们这都是为了省钱，是不是？这价格明摆着，立马拉开差距，2290。拼多多确实蛮狠的啊，听说还在亏损。下单下单，我就准备立马下单了。慢着，天猫的百亿补贴再看一眼，万一更便宜呢？果不其然，2270。
个价格和拼多多是相差不大，但淘宝以20块钱的微小差距赢得了我此次的青睐。这种硬砸钱的风格我喜欢，付钱买单。但是有个小 tip 要跟大家提醒，许多的大牌旗舰店呢是不参加百亿补贴的，还是得进主会场。不过以我的理解看来，旗舰店太凑热闹有失身份。这期618体验下来也是努力了，真的。不过现在确实各大平台都在把大促常态化，花点心思呢还是有便宜可占的，但是也求大家放过，这只是苏俄个人的购物体验，会存在一些漏洞，大家多多包涵。这里是五环 Market， 记得三连，下期再见。